巴巴卡。酷。牛逼。一条。五饼。七条。七饼。一条，七饼，五万，我捡的红色来着。二条，十一万，啊，摸摸吧。八条。七条，你他这么容易胡啊！我靠，他说这个东西跟我们这边的玩的不一样。六条，七条，三饼，死吧！我靠，摸什么错牌、啊？我靠，一饼，五条，三万。七八九，那我只能等三万，慢慢等吧。这样我就简单一点，爆雷发平 A， 不应该够。四条，三桶，去你妈的！他们叫饼是吧？八饼，八万吗？那这种要怎么打？我们讲的简单一点，我靠，讲太复杂听不懂。扫一门，调戏卖了，不对啊！我刚刚就我刚刚这种情况下，我是碰一万嘛，然后我剩下。五万、六万、七万，对吧？然后七万、九万，对吧？然后，四五六饼，对吧？然后跟一对一对六，一对一对八条。那这种情况下不就是等着凑等着那个八万嘛？我靠！为什么卖了？他不是？五条打掉，为什么？那胡台不是要有一对吗？我靠，就两个一样的嘛，我刚好够啊。啊，有没有人教一下？我身边缺，能不能讲的？要不要听不懂？打青铜黑铁 yellow 哪有什么可怕的，你自己都杀完了，他略就有劣势，你打越爽。我开局选择缺条，我先回家，我再慢慢看你说的话，好吧？我选择了缺望子牌，就不能望子。我以为四川跟这边离得比较近，应该差不多吧？我靠，就是。找了个四川的打，我靠！哦，说这是呢。
一直呼。妈个蛋！我靠，你疯了！我靠，有的妈过来放我分伤害！我靠，他怎么不提前不直接 Q 我呢？还说他没有 Q 我？我不会死了吧？他有闪吗？哦，他没闪，他有火，调戏一下他。好像调戏成功了，好像有点不经打，跟八条，所以我刚选的条，我就要把那两个条打掉，然后留二万，然后接着凑是吧？接着凑那个万，或者说凑桶，或者说凑那个凑另外一个是吧？就不能留那个条，是这个意思不？告诉他跟我说。那他为什么我打了牌他能糊我的牌啊？他这边是除非你是大队，或者说你杠了别人，我靠，要不然他不好糊别人的牌啊，我靠，都是只能靠自摸啊，所以一直在等自摸，那他们一直在摸，那也太爽了吧，我靠。这种分装我又不露出彩的，手里少个什么几万，别人打出来我就能胡，什么？哦，那他这个不是胡牌就简单多了吗？哈，但是我们这边他这个东西他不让，我靠，他你必须要干，或者说你是剩下大队，或者说再说咯。听牌随便胡，那有没有不能随便胡的呀？那个叫什么？我不想玩这个，要不然玩完之后，我下次妈的我天天想胡他们的牌，太傻逼了。打不死，我不要。把躲一他少了发瓶 A， 那贵阳的麻将上什么麻将，我应该找什么老干啊，其实你跟我说那种东西其实我也听不懂，其实还是 要有点简单的，我靠，放个火，你不用缺一门，然后不能随便胡编牌的，我靠，只能听牌的这种。那我们这边是算什么东西啊？我靠！